开始。啊，刚才教那个怎么装这个电池，跟我打开，这个打开拉出来，啊，然后拉出来，啊，然后打开这个东西，它是从这边出来，把这个从这个缝，啊，你看到这个缝打开，把它搬开就可以。刚打开，就分开了。然后我们装电池，电池是这样子，这电池它有正负极，所以你要一定要这个方向装进去，啊，两个都同一个方向，啊，这个方向装好，装好这样就可以了。那开关是在这边，那就会亮。那开关装回去的时候，开关要对这个，这有一个开关，所以这个开关要对这一面，这样才对，方向要这个方向才对，啊，请不要装错，这样子。然后盖回去，对准，啊，然后压回去就好，这样就好了。把它关掉的话，啊，再回去这个就好了。这样就装好了，啊，这样关掉就是按，这样就 OK 了。